好，提问啊，嗯，好，现在是 QQ 提问环节啊。等一下，我已经把摄像头开了吗？我长得太丑了，我不敢开。谢谢他们。好看。你，好，可以来了。有网友提问三小只，你们的 lucky number 是什么？这个数字对你们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？我觉得幸运数字应该就是九吧，因为就平常跟九的故事还挺多的，这个是我的 lucky number。Lucky number， 我觉得我们就是八嘛，因为就是 farmer， 反正就是八，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数字了。你这就是我的 lucky number。你不是要开摄像头吗 ？Lucky number， 对，天喜呢？天喜呢？number 就是我要看男的，不想看这些东西。男的睡觉呢，哎，你照过去看一下。等一下，让我出去。我的 lucky number 就是21。啊，你是猪吗？因为上次快本的时候不是那个挺酒盖子吗？你少来，我告诉你，他好肥啊！我知道，好乖。你去弄一下他脸，去弄一下他脸，行，去刨一下。嘿嘿，好肥啊！嘿嘿，好肥啊！然后下一个问题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那你说。因为品酒盖子就是随便想到21那个单词。哦，我知道。所以这是一个 lucky number。对。